近年来，华旗如来如水的老旧小区正式了电梯，居民会直扬直达，改革了白老人的门对。不过，正式电梯的后续举报也逐渐出现了新门对。如何让电梯加装钢厅真正惠民利民，成了备受争议的话题。今年的市量会上，有两大代表就提议加强老旧小区电梯的光影工程，做好电梯加装界后半片风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旧小区的改造和电梯加装成为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华旗对此十分重视，连续多年将老旧小区正式电梯列入年度十大民生设施之一。加装电梯之后，确实是比较大的方便了居民的出行，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啊之类的，因为毕竟腿脚不方便嘛，加装电梯会比较方便他们出行。这样子，老旧小区正式电梯后，尤其是过了保修期之后，光影门对也逐渐凸显，比如日升水库、挖船管理、飞燕风团等，拢需要厘清。因为没有物业的管理，然后这个日常的管养是我们这些居民自己在做这方面的那个工作，然后居民他上班会比较忙，没有什么时间管理，还有包括维修方面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虽然方便了那个老人之类，但是收费啊，还有就是一二三楼比较低层楼的住户可能就不大愿意了，他们因为也爬了楼梯也能上去的，就是那个物业费他可能就不愿意交，用久了也会破损啊之类吧，就是得维修费，可能低层楼的住户就这个不愿意。可能这个电梯用了久了之后，然后不知道找谁维修，没人愿意站出来说讨论，然后呢电梯就放置不管了。对此，市人大代表林慧梅就建议，将老旧小区正式电梯纳入规范化管理，改革居民用梯的后顾之忧。伊认为，目前老旧小区到电梯管养上，主要存到三方面的问题。电梯的一个管理维护是需要专业的技术和设备，而很多老旧小区是缺乏专业的维护团队和设备的。然后第二，安全管理问题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导致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第三，费用分摊，加装电梯的费用分摊一直也是居民关注的焦点，由于缺乏合理的费用分摊机制，导致一些居民不愿意承担费用，从而影响了电梯的维护和管理。以上种种也越来越让居民、物业公司、电梯公司对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作望而却步。林慧梅认为，爱改革这么多，需要政府、物业公司和广大居民集体合力。首先，在政府方面，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工作中，需要发挥政策的制定、监管、财政的一个支持和协调组织的作用。其次，物业公司方面也需要加强电梯的维护管理，配置专业的团队和设备，定期对电梯维护和保养，确保电梯的安全运行，加强与住户的沟通，宣传电梯的安全使用知识，让用户参与到日常的管理过程中。林慧梅建议，按照水使用、水消耗、水负责任原则，业主也要配合做好费用分摊、配合管理、监督责任、参与决策等，正式电梯的维保管养工作。住户和业主委员会方面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管理费用的分摊，谁受益谁买单，这是确保电梯安全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要配合物业的安全管理的要求，最后业主和业委会方面也需要到管理的一个参与到管电梯的管理和决策的过程里面，共同维护电梯的安全运行。老旧小区正式电梯后的维保管养问题，值得世界动摇耳朵，需要政府、居民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电梯维护管理、加强挖窗管理、加强立合理的飞燕风团机制等，可以有效改革加装电梯后可能出现的矛盾，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加速老旧小区改造。
从昨以来，沙头小公园开播文化局区界文化活动质量不断。而且，沙头市潮汕里的甲空气同心中心就带来了异彩风贴界舞龄甲礼和舞，让好在市面的游客大呼过瘾。下过三点，到正冷的旗台灯，沙头市潮汕里的甲空气同心中心界六十名小学生舞动着车铃甲礼服来到了小公园顶。作为今年的生肖，最受瞩目的是神采飞扬的车铃。今年较好是零年两，今年终于有拿到发光的是车铃。今年较成年咁车铃，传说当时车铃呢嘛，也是八年前我代表了也是幸运见我加挑战，所以呢，我把只个幸运啊见我，甚至到那市政呢个山头，中环山头市政呢起来做景呵，病入去轻松，顺风顺水。现场不少人为此纷纷上载，无了车铃，讨价好彩头。没想到这么好，是吧？今天赶上这个舞龙节，太幸运了，太开心了。很兴奋呀，这孩子们真的很棒。舞龙是非要有力气的，所以非常棒，应该一代一代的全都传承下去。我感觉很震撼，而且感觉这边的民风民俗保存得很好。对，第一次看舞龙，然后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小学生会表演界李贺一零五的张曼，一零光正，张谈不腻。感觉非常好，非常欢喜。这张曼的时光实在是真为十五呢，为了自己定做装扮的这张曼，今天为了广大市民游客也要求呢，这张曼呢在出个电影的词，把最精彩的方面在让游客展示。时量直出，就怎无咩无咩去到只周末嘅游客啊，市民游客呢，能够有机会再关心到自家嘅传统周末，就激烈一起庆激情嘅周末。作为沙头小公园开播区嘅核心地标，东沙金岩顶承载着海内外潮人嘅集体记忆，如今依然成了来沙游客必去嘅万安拍卡点。其独特嘅熊猫角狗也呈现古建筑文化嘅魅力，备受市民嘅关注。或此界高气流能口如命，就制作出东沙金岩顶白字模型，同样潮汕特色古建筑文化。大红灯笼，红条立起，登山创茶，一座跨着东沙金岩顶白边界，长目角个八角顶停立到口如命的来个。口如命今年74岁，脱休在是一名技术工。王姨对小公园顶的热爱，甲对熊猫结构的兴趣，已明确了制作小公园纪念顶模型的念头。去年五月起，伊就着手制作。因为我当童年的时候，即的是到小公园，居住到小公园周边生活呀，经常甲厝边头尾村农囝来到就算，加一届就是。小公园现在呢，就成为了海内外游客，来参观必去的拍卡地。另外，就是相当那些的湖边将伊做模型会，小公园呢，该缩小后了，该做模型样变出来。不过，这对证明七松老人来答，不是那小怪。口住明老人小在怪之处，小公园顶界平民虎视多，然后真假。背隔三方角度量子加看界模拟实验，并用专门制作火烤热液目睭定起界金属模具来对生物进行热液。是讲阮个设计者、指导者，确实我是特地话，我学习，伊人确实也是到高师方面，确实是有好大方面个考虑。变做单一道就八个角，到每个角嘅三方量子方面，伊连加看，就个咩呢？就是伊个特点。所以当我爱做这个模型时阵，我就先想起，叫做模拟啊，模拟想起做了这个，三方加看。这方面家己去试验，在即个就是即座顶个湖畔，因为是湖兴个，北呢大叔北个时候呢，你是白个，
所以我就考虑要用这去家己制作，自家热热来也去无谷，生鲜盐上就个棒来热热，一落到今成功，就落行，我成功之后我才开始进行制作。制作过程当口碑得了着曲红麦花的北平瓜，花着自行山歌雕刻等，但面对整整空浪，口碑并无放弃，最终历时七个月完成了这个精美的弥勒棒小公园灯。全部拢是用宝笋的，总共是300多的宝笋，就按伊这个小公园伊个制作技术工具。到口碑的来，王华台就好在口碑用双手开眼界大水更改变，伊希望通过家己的努力，让这座大湖中王树的模型流淌落来。我做出来的眼是想呢，一届就是一届保留啊，对小公园那个美好的记忆。春天到，黄梅复苏，百花争艳。最近多地的五花黄连木令人惊艳不已。停海龙岛的在美村就用着村道正式了好在五花黄连木，现在正达成花期，金苍苍的花朵给这个高山的春天增添了人往热烈的气息。在美村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被誉为岭南最桥特的邓慈欢古歌就坐落于此。近年来，在美村到村头正式了五花黄连木等潮北，每年这时候马路唔停停嘅花朵，同时开放，整体优雅，令人心醉心迷。好漂亮，好漂亮，赏心悦目。哎，今天一走到这个地方来，黄的很漂亮，哎，感觉很新颖。我看到那个黄色的花，很漂亮，我喜欢。风铃花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这种花，这个应该属于热带的花吧。五花黄连木是直种落叶乔北色木。因为花朵听黄色，显著黄龄者的名。黄山东梅州、南梅州，现在我国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拢有引种。五花黄龄木被冠以热带樱花的美称，故极高的观赏价值。从2016年，我到矿矿之后就种了黄龄木。这黄龄木种来大概至少是300棵。然后这里是多只啊，从做起工才开花，开花起工开花期是可能每一段时间要半月，这段时间只睇系拍日个游客是日光平均讲得穿几人。直路五花直路春，开满枝头个花朵，随风摇曳，风姿惬阳。五花甲周边个绿叶交相辉映，令杨岛子那个游客直把眼红。大家纷纷跳出手机合照，甲五花合影留念。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就第一次见到这么亮的黄花，而且好像是成片成片的，挺美的。近年来，在美村提速做好高村落的保育活化工作，加大村嘅环境提升改造力度，道路洁净平整，绿色生机勃勃，村样村貌欢声直现，庆贺在游客无名之至。后我打造一条天生是天生示范线，然后对前百岁黄金街是技术正的人能够环境相对长个打造，也叫做双一个天生，然后后尾就提升个那个叫做民俗景点。3月3日是第25次全国爱日日，为加强体力强健、儿方双团，增强人民群众爱日护日健康意识。每次双头市长亮到莲湖区金霞街道东下社区开店，以加强长期耳环开发爱日护日为主题的爱日日双团街活动，普及爱日护日知识，并为听力长颈人免费免费助听器。到活动中，市长亮通过会场正式双团发放双团手册，订出双团活动形式、双团长期耳环甲爱日护日知识，引导公众增强听力健康意识。
所带会向以代志户所谓即开店残疾儿童台车甲二将活动，双江儿童甲康复之城。原来呢，我就心里好害怕，我就老耳朵呀，就是老是脑子会耳鸣啊，嗡嗡叫，那个吱吱叫，跟那个电一样的。哎，我是老是有点紧张。那我到这来问了以后，我就心里就踏实好多。多日小生活动，吵声是到底听落受损的妄想之症。由于来日无水包无法再生，因此吵声对听落的伤害是不可一概。呀，地处行为外受伤之多呢？就比如这个啊，习惯性的去掏耳朵啊，啊这些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外耳道炎，严重的有些就真菌性感染的这个外耳道炎，特别是游泳啊过后啊，怎么去处理啊？要该有一些要滴点眼药水啊之类的啊，可以保护这个外耳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啊年轻人很喜欢戴这耳机啊听音乐啊可以的，而且是长时间的。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这个噪音啊，那个音量可能会太大啊，对这个对这个中耳听力这一方面传导这一方面可能有或多或少一些损伤，然后导致一个慢慢的一个对内耳的一些影响。还有就是咽鼓管五官都是相通的嘛，那这个鼻炎啊，口腔有炎症啊，这些也要及时的一个去处理。另一个介绍，零九六九岁是儿童听觉硬耳能力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听障儿童康复的黄金时期。如果到这个阶段采取耳朵助听器或适应人工耳蜗等治疗，至少缺乏的康复训练，多少老人都能够变无声世界。因此发现病更耳的如何，康复的效果就如何。就小孩如果他是属于广东省内零到六周岁的，然后听力通过确诊，然后有医生的疾病证明或者是做了残疾证，就可以到我们康复中心这边来报名，然后我们的康复费用是免费的。更近有市民反映，市区山江路多个路段存到交通飘散不清晰，甚至几乎无无聊的情况，导致计驶往通行不便，存到一定个安全隐患。希望光部门尽快定新思维飘散。近日，汽车开车沿山江路由北往南行驶，一路上基本无提高清晰的道路交通飘散。路面东江线、车夹道分界线、导向枝头及崩尾线等，大多模糊不清。特别是靠近泰山路的路段，白色的黑线、色线及黄色的黑线、色线拢几乎消失。有车主表示，每次开车经过这块时候，只能够跟着感觉走。因为直接帮我哋家都要过，然后就推哋家啲黑毛，然后从那啊。就是唔知啊，家己就倒就做，像啲灰色的字，然后就很危险。特别是整咩的时候，还是看不太清楚，就发过引发交通事故。另外，当沙江路北往南方向的普塘路段，当初交通飘散也存到残缺。有嘅导向尖头只从遐尖头顶端，有嘅路面东心线只能够隐约嘅睇到啲嘅白色。据了解。道路交通飘散主要是通地引导、行字、警告等交通信息，有利于管制及引导交通。如今飘散模糊，而导致机动车通行不便，众多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有关部门尽快为道路包装定心思维飘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过来处理，然后在坐车后边有家己就戴护具，安尼可能开车要有安全。日前，多名音乐人包小白表示，经过反复尝试训练后，伊如愿通过 AI 获取出了小字能字，不仅可以即时回应对话。在段时间，其妻子生日的时候，能字还为妈妈唱了一首生日歌。根据相关报道，2025年包小白能字因病去世，年仅22岁。此后，使能心切的包小白决定攻克拍死，希望用 AI 技术将能指导小字世界复活。
如今伊一边听到将取得了成功，从多以开放电影当个场景变成了形式。其实自2023年以来，世界拢都为南疆地震所带来个无穷可能性日新丢澎湃，但而此当时关于 AI 伦理的忧虑也从未停止。所有风声的焦点，或是 AI 技术快速发展可能会给人类带来风险。但制作争议过后，本就将其实或是需要回到自在，直接重读解挑起对峙甲有效加速之间界观念差异。专家认为，需要基于社会伦理去对技术的发展进行严格限制。后者则认为，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推动技术的革新，因为技术的进步最终能改革其他可能存在的伦理冲突。至于两种观念的差异，拢有其道理，也好帮助对错。伊人代表了目前两种思考 AI 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只是当人们来到报销白界和你世界互换两字的讲话，从直观界伦理讨论回归到具体的硬的时候，就会发现相比全面界宏观界讨论可能存在界伦理风险，能够给个体的伤害多了一点微解的救赎，恰恰是技术进步本身最大的意义所得。当然此类事件当接触有关于伦理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比如每个人拢需要接受签证的利息，即便是已经用 AI 获取出了消极签证，到接受消极签证了之后弥补遗憾的同时，也要正确对待时者已经离开的事实。但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拍开，而且从形式上看，伊已经好被关起来。即便是从多来自科技大咖巨头的争议，最终南华时代2024年初推高了技术进步迅速的收入，而人们也对于个形式功效保持着某种期待的心态。相比巨头，人们能做个或许是如何响应技术的力量。要明白的是 AI 技术的复刻并代表着个体在形式层面真正的定性，伊个出现更多个还是因为现实世界当有着强烈个情感需求而已。就这些个台，只要守住一定个伦理边界，不管以平常心替代包小白，通过 AI 获取出消极能力即时，把现实当个双道框交拨每一个具体个人。